当初杰哥那么为他卖命，啊，他就这么丧了良心，要把杰哥给灭口，和今天枪哥的这个事儿一模一样。老油枪告诉你的，对。好想吃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，酸爽欲罢不能。 知道了，这两天先别露面了，找地方躲一躲。
赶紧洗漱换衣服，一会儿带你出去吃早饭，快点。 半夜三更的，非出去偷吃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那什么鬼，怎么不把你打死啊？哼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得多开心呀！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我就不滚，你拿我怎么着你啊？哎，大哥。 大哥，我看这沈世杰了，你胡说！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着他回来了。二叔，您这是被惊着了，您先松开手，有话慢慢说。 二婶，麻烦您带我去找找主治医师，我们再了解一下二叔的情况，好吧？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 董事长，董事长，坐坐坐。奥星车厂那边的事情，都先交给常军来处理。董事长，袁总监，啊，集团所有的资金款项都暂时冻结，只取进不取出。还有，把这个月的账务明细整理好了，送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好。别傻坐着了。 都散了吧。冻结，冻结了。我们下午是不咋办？这是现在。啊，你咋能出事儿了？其他的资金已经拍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那阿生就是沈世杰？没错。 现在的阿生就是患了皮的沈世杰，沈世杰没死，死了的是阿生。你让我理理。沈世杰没死，阿生死了。现在的阿生是沈世杰假冒的，那阿生是替沈世杰死的。 阿生得了绝症，是病死的。那警方击毙的那个沈世杰是谁啊？是阿生之前的那个司机，阿海。我操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！ 大哥，你脑子是让狗吃了？你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了？啊，你这不引狼入室吗？
阿生身体垮了，撑不住了，可公司还不能垮呀。不是，你不让公司垮，你把瑞驰叫回来，是吧？瑞驰他不也姓封吗？他是你亲侄子啊，对不对？你把公司交给他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非弄个外人？你招头狼进来啊？你懂个啥？公司不能没有阿生。你以为我不想把公司交给瑞驰？年初公司闹那么一场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想看看没了阿生公司能不能撑住？可结果呢？阿生刚一卸任，公司股票就狂跌十几个点，上百亿打水漂了。风势这个牌子是阿生立起来的，没了他，这牌子就得倒。那你找谁不行啊？你非找申世杰那么个玩意儿。那阿海这身形不和那个阿生差不多吗？那不比申世杰可靠多了。阿海身形像，可相貌和阿生差太远了。再说他那脑子够使吗？那申世杰脑子倒够使，可他听你的吗？现在他要把我弄死，你知道什么时候他对你下手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弄死那申世杰去。你给我站住！大哥，这申世杰他已经下死手了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？他得死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现在不是时候，那什么是时候啊？等咱们的钱和人都出去了，到时候咱们把阿生就是申世杰的证据往公安局一送，自然就有人替咱们弄死他。我跟你说，董事长肯定知道我们走账的事情了，他让我把这个月的明细给他看，怎么办？慌什么？我没慌，只是这个明细怎么给他看？咱们听他安排，好吧？好。别怕。就算天塌下来，也有老爷子撑着呢。董事长不会对自己亲爹怎么样的，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美女，一起吃饭啊？我没空。那在公司餐厅吃呗。我待会有事儿，我要出去的，中午回不来。哦，那你先忙，晚上请你吃饭啊。到时候我再联系你吧。好嘞。他说中午有事儿，要出去一下。那就听紧点吧。好。等一下，
我也去。我跟小五一块儿去。他是外行，连账本的真假都分不清楚，我怕他被骗了。小心点。二叔被砸了个满脸花，人也吓得疯疯癫癫的，嘴上一直嚷嚷着有鬼。他不会无缘无故去那边的。他那是去找东西了。老于枪的办公室被翻了个底朝天。皮姑他们追出去的时候，隐约看到他拿了个袋子，沉甸甸的，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。他早上看起来很兴奋，应该是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老油枪要挟他的东西啊？会是什么呢？袋子沉甸甸的。小王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，待会儿如果有人来找我的话，散容以后再叫他们来。好的，严总。他拿了东西，总要找地方藏，你找机会在他的住处搜一搜吧。他那么在意这东西，一定不简单，没准儿能找到点蛛丝马迹。他们家有一个密室。密室？他晚上都不在卧室里睡的。那睡哪儿？睡密室里？你还记得他书房里？靠墙的那些书架吗？记得。那个密室应该就在那个书架后边，或者应该说是并排的一套公寓，中间打通了也说不定。出来了。
他这是把账本存在银行保险箱了。家里和办公室不都找过了吗？没有，那应该就是存在外面了。派谁去的呢？阿刚？不是你吗？不是我。怎么说还有个神秘人物替他干活呢？一个能帮他杀人的人，就是杀老油枪的人。会不会是华子？不会，华子没这胆儿，肯定另有其人。出来了。去了。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，你在干嘛？箱子里藏着什么？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你？我明白了，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吧？你压根就没真心想跟我好过，你千方百计的接近我，讨好我，就是为了我手里的文件。你就是董事长的心腹。王姐，不要叫我姐，闭嘴。好，袁芬芳，我承认，我跟你接触目的不单纯，我也没有真心喜欢过你，但是我现在是想真心救你的命。你这箱子里账本是要交给风老爷子，没错吧？你觉得你把账本给了他们，他们能留你这坨证据？不可能，后果只有一个，他们杀了你灭口，然后再伪造畏罪潜逃。你觉得你讲的话好不好笑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可不可能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王姐，你在风氏集团这么多年，听到的见过的事儿应该也不少。车厂被烧听说过了，商场车子爆炸也听过了，那车我的，风先生送我的。你知道车里烧的是谁吗？就是帮二叔烧车厂的人，为的就是杀人灭口。我知道我之前接触你心怀不轨，但是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好人，心善良。这事没这么简单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不要管其他的事儿，躲起来藏一段时间。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你知道的，老爷子一定不会杀我的。你忘了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，他用他的钱让我读书的呀，所以我才能跟农村里的女人不一样啊。我没有被卖掉，没有给自己兄弟换媳妇，哪有我现在的袁芬芳呀？芬芳姐，你听我说，风老爷子他们都是伪善，他害死了多少人？他的钱都沾着别人的血，你为他做了多少事儿，包括多少违法的事，这还不够还他的情？你非得搭上你的命才能报这恩吗？王姐，赶紧逃，千万别让他们的人找到你啊。小五，小五，我现在什么都没做，小五，小五。
怎么样？没错，就是这些。太好了，走，先去公安局，把这个小队，有了这些证据，足以抓冯小生和冯老爷子，慢慢审他们吧。等等，有了这些账本做证据，调查组的确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冯氏进行调查，冻结冯氏的银行账户，终止与其相关的一切交易。可是，什么意思啊？冯老爷子早就退休了，冯潇生只是挂了董事长的名，公司法人 CEO 是王长军，正规的上市公司是法人负责指导。账务作假，就算是已经构上了刑事追责的条件，可是追究的也只是直接负责人，比方财务、CEO 相关的会计。那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把账本交给冯小生，让他们互相斗。你还是觉得复仇比阻止资金外逃更重要？你非要这么想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人的想法综合一下，这个账本既要交给调查组，也要交给冯小生。这就一份账本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傻呀你！走吧。哦，对，复印。哎，是傻了。这些账本内容敏感，你先进去看看情况，问问老板我们能不能自己复印，多给点钱也行。OK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账本先不能给调查组。那你好好跟我说啊，你干嘛来这出啊？我好好说了，你不听啊。你可以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就这么把账本给冯潇生了，万一被他销毁了怎么办？啊，你刚那主意不挺好的吗？就算咱不交给肖队，先自己留一份也可以啊。可莹，你说话。你以为冯潇生真的信任你我吗？我不能再冒险了，除非我确定一击即中。可莹，别废话了，你给冯潇生打个电话告我一状，就是说我拿了账本把你甩了跑了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喂，可莹，喂。生哥，可以把账本拿走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？ Sorry， 还是没打通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已经关机了。关机了。人跑了。那账本呢？按理说，袁芬芳没那么大胆子。
会不会出事儿了？给我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哎呀，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阿坤，毛头老太太都回来了。知道了，你不用再盯了，回去吧。妈，阿刚那个人也就看着吓人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莹莹，妈知道，知道他人不错，可是你说我跟你爸一点自由都没有了，这整天上哪儿后边都跟着这么个人，那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有人炒风萧声和连连的绯闻吗？好多八卦记者盯着呢，他们也是为了你们安全。哎呀，有你爸在，妈不用人保护，啊？你赶快让那个风先生把这尊黑面神弄走吧。行行行，我跟萧生说，过几天就把他叫走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拜拜。喏，搞定了。就这么几本账、啊？就这么几本儿？这可最少值50亿，甚至更多。50亿？真的？只要你把它交给警方，风老爷子所有的筹划全部都白费了，上百亿的资产都跑不出去。你说他值不值？好了，现在我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了，就看你能从风老爷子那儿弄到多少钱了。我可说好了，我不能白干，我得抽成，至少10%。你为什么不拿着这个去找风老爷子？你不仅仅可以只拿到钱，还能拿到你就是申世杰的证据，是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我真的得病了吧。什么病？
有时候啊，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适当的给人留一点面子。好。怎么了？小五又告我状了是吧？你为什么要把他给扔下？说实话，我不信任他，我怕他是警方的卧底。你们两个谁都瞧不上谁。那个柯莹聪明得很，你越是跟他闹得水火不容，风萧生就越放心你俩。这个女人啊，心眼太多了，关键时刻坑队友一点都没商量，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再把我给卖了。那你就小心点儿。那账本怎么办？柯莹说的对，风萧生不会轻易销毁那些账本，只会拿他去勒索风老爷子。这就是柯莹真正的目的，他就是想挑拨风老爷子跟风萧生彻底决裂。小队，你觉得风萧生真的会是申时杰吗？这需要证据。想不出什么证据能证明风萧生就是申时杰，我去查查吧。我建议你不要去风家老宅，把风老爷子约出来见。我知道。只用小五去吗？阿刚不用过去吗？不用了。你喜欢去哪里？等我拿了钱，带你去国外生活。如果钱够多的话，我想去巴拿马买个海岛。好。
是不归的远行，用力去倾听你依稀的叮咛，无所谓困境，从不相信命中注定。闭上眼，找寻内心的安宁，哭不出眼泪，却要笑出声音。颠簸流离在山与河的边际，多少次在有你的梦中惊醒，反复对自己说。